我是 Honey， 又到了 Honey 来分享好物的时候咯。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一款是这个麦西尼亚的沐浴和洗发乳哦。那我今天要主要介绍的是我们沐浴乳的部分。那我们这个沐浴乳呢是可以让你洗出名媛肌的哦。像我今天呢还没洗澡，我现在满脸油垢啊，然后身上都是灰尘，我们等一下就来实验看看吧。整个香喷喷，那这款它除了有高贵的松露成分之外呢，它也有高品质的人压橄榄油，那可以让你达到护肤、呵护肌肤的效果。那另外呢，它里面有含护肤的氨基酸，能够让你一边保养皮肤一边洗澡。里面呢含有18种氨基酸，号称天然的肉毒杆菌，那可以让你阻断黑色素、抗老、抗暗沉，也抗皱纹。它能调节肌肤的基础代谢率，所以非常适合平常就注重保养的你，可以一边保养一边洗澡哦。里面呢也含有维他命 B5 的成分，能够让皮肤富含保水，非常的健康、柔软也有亮泽哦。所以呢，我非常的推荐这瓶麦西尼亚的黑钻松露顶级柔肤沐浴乳。它另外呢也有通过欧盟认证哦，是通过我们敏感肌的测试，所以是敏感肌的你也不用害怕哦。那我今天的推荐就到这边咯，那希望喜欢的朋友都可以去用看我们麦西尼亚黑钻松露系列的产品哦。